sir.看到热饮上插吸管的，是吗？他就拿起来，然后就拿那个嘟进去，然后我就这样不会烫到吗？哎，吸管的热饮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说，没想到你会真的喝。经过了吸管，变得更烫。对啊，它可能是用来当那个吧 ，stopper 吧，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个。OK， 那你等等再喝好了。Sorry， 那可以搅一搅。怎么讲？应该是秋天冬天入秋以来最后一个最热的天气吧，应该算是，90度。那秋天，你知道，其实在这么说来也有十年，应该10年前加州的就是这个时候的天气，至少比现在冷了大概我才30度左右。你现在是90嘛，今天最高温应该在65左右，白天的时候，到晚上的时候也要比现在冷很多。就是我小时候觉得说万圣节如果去要糖果的时候是要穿很多很多的。一般你去也有糖果？当然有了，我跟你讲，我都不用穿衣服，穿每年都很省钱，你知道吗？帮我自己，然后人家就给糖，吓到了，人家就给糖，你知道吗？小丑们。对啊，我一敲门我就 trick or treat， 然后就什么都不用讲，你就直接给糖的那种，对。走了一路，然后呢，来到这里呢，就是山上就太阳最大的时候，在我们中上方，对吧？按照道理来讲呢，现在是最不适合拍照的时候。不过我可以跟你们大家保证的就是呢，如果你去，无论是给自己拍照还是给你的客人拍照，你的计划呢，永远都会比你的时间要延后很多。基本上80%的时间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拍照的。你并不是有那么多时间跟机会给你去选择说，哦，我一定要什么时间拍摄。除非你在摄影棚里。我只想说呢，如果你有很好看的光，是一种幸运，无论任何情况下都要去有一颗创作的心。这很安静嘛，然后我在拍照的时候呢，旁边也没有什么车，然后就听见后面有铃铃铃铃铃铃的声音，然后从一个小石头，然后变成一个大一点的石头，然后变成很多石头一起滚下来，然后就变成大家你们刚看到我拍到那些烟雾。我老跑那么远，我真的拍不到你，你知道吗？远一点也是可以拍的。
好安静，除了现在有飞机飞过的声音之外，真的是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连一点风都没有。现在你那城市的喧嚣，然后你听到一直永远都是有噪音的。我们现在只能听到我们车的空调的声音，对吧？如果车没有响的话，就是很安静很安静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呢有大概可能不下几十个可以停车的地方，但如果没有人停呢，大家觉得就不好看。那如果一旦有人停，大家觉得说，哎，这里是不是很好看？大家都停下来看一下。所以第一个停的人呢，去看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一定会有人来看。你说我们隔壁的吗？对啊，我说是我们隔壁的。走吧，下山吃饭。吃饭时间到，饿了是吗？饿了、欸，关门了。等一下哦，你要直接关门的话，你就打到我脸上。我们现在下山，然后电池的那个多少？67%。我们上来的山路大概花了可能11%，我算了，知道我看的是80%到67%，所以13%左右吧，大概。我们看一下下去的山路，用它的自动充电功能。这不是什么专业的评测，也不是什么在这里去科学的去探讨说那个特斯拉自动充电功能，我就只是想看一下它到底可以，就是它多省用这种它 region 啊，可以它充回来多少电。